在我旁边呢，就是一件玛丽莲梦露，她在1955年的时候拍摄《七年之痒》，一套非常著名的电影叫《The Seven Year Itch》里面穿过的戏服。虽然它是1955年，到今年已经很多年的时间，但是它的品质还是保持得非常好。还有这支款式，如果以目前来说，还是非常合穿我们那个派对 party 的，还是非常非常漂亮。那它的估价呢？拍卖前的预估的价钱就是10万到20万美元。这次是我们在3月洛杉矶拍卖前，在香港的做一个预展，希望把玛丽莲梦露当年的风采展示给亚洲的观众有机会看到。